喜欢怎么样称呼自己呢？就叫我跟你聊天的时候的这个名字记就啊，好极了。光对不对？好的，好的。那你觉得自己是什么类型的海蜇呢？什么类型的粉丝吗？对呀，妈粉啊，姐姐粉我感觉应该算是女友粉吧，我比她小一点。啊。啊、哦。我感觉，就世界的尽头是妈粉，就是有的时候看到她，感觉很难不妈。对，哎，你有粉也可以骂吗？没有，我们群有一个20出头的那个小姐姐，一天到晚的跟我说，我现在已经成妈了。我心想，你那个男朋友都没有，你妈的也太早了一点吧。对，就是她有的时候就是很让人觉得很小宝，很可爱的行为。对呀、啊，哎呦我天，他这次翻 meeting。这简直是在上面耍宝耍的太厉害了，我的天，受不了了！我觉得那是做这个事到底为了什么呢？后，我引起自恋。你去了吗？前两天。我没有，我这两天就在后面不停的那个下载，各种视频，然后贴到油管，然后又那个做翻译，你知道我这那我边也好多人是。追着我问我说那个你什么时候加字幕呀？我说我现在那个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得慢慢加。我说你们那个到年末了，大家都很忙，你知道吧？到年末了大家都很忙，这个只能是随缘加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加上。而且你知道吧，就是那个，你翻一个，就像我给他翻一个什么访谈，就是他的访问啊什么的，都还可以。但是你要是那个，一个十几分钟的那个访谈要加字幕，那就得加到地老天荒去，又得弄时间轴，就特别麻烦。你知道，我现在一想起来我就头疼。那你好厉害，那种确实，我之前翻译过一小段，就觉得还挺花精力的。如果再把时间轴匹配的对，话，那个量，他主要是就是他说话还特别密，你知道吧？你1分钟吧就翻好多，他要是那种新闻报道吧，一大篇，你其实翻也没有多少，就特害怕他说话又有好多口头语，因为那个我们不是现在可以用一些个 AI 可以那个去看看他到底说的什么话给都打出来嘛，他好多口语吧，你又得去你自己得手翻，因为你让 AI 翻 AI 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知道吧？对，就特别，尤其他那么一说起来，眉飞色舞的，就不知道话题跑哪儿去了，你知道这些全部都是你一个。吗？我以前我们有一个小分队，都是做字幕的，现在就是什么谈恋爱的去谈恋爱，考试去考试，考公务员的考公务员就散掉了，现在好像就剩我一个人了。哎呀，好可就惜。我比较，怎么说呢？没有生活吧，就是天天守着这个，没有 life。啊，没关系的。其实这两天我还挺想去招回旧部来那个帮我翻译，因为
咣咣咣一下一下的，你想他又翻 meeting 又演出20几分钟，然后翻 meeting 2、3个小时，哎呀，我就想这个都加起来字幕，他就又该12月31号跨年了，而且你说他的那个《时光之城》出来，你翻不翻呢？加不加字幕呀？不加字幕，那些个外国人还是看不懂呀。我有外时国候，人都不对。我觉得反正就说最近好像来了一些个东南亚的，就是你看的那个，你看的那个，ID 的名字是泰国的呀，或者是越南的呀，还是有一些的，就是还是他这几次不管是去什么拼盘演唱会啊，还是这样，还是吸了一批新粉来的。有新人进来，有新人进来，而且我发现他们那里边有的人以前可能就是 CP 粉，现在就是慢慢的就变成唯粉了。我就觉得来看我的频道的已经可以算是唯粉了。网上外网上 CP 粉好多呀，我上推特对对上对对，就躲都躲不开，我就的天，一天到晚的就对的。能碰见，而且就是那种那个，你看他那个说话那么傻吧，就特别想，就是我原来就是看这种人就特暴躁，就特别想那个，就特别想去打人，你知道吧？现在就是觉得我那个路过了屎要绕过去，而不是要去踩他一脚，你知道？现在就绕过去，就当没看见。何必呢？那个为了乳腺健康是吧？对，而且他们很多也都不是，就是母语是汉语的，就很多是用英语去说什么张三尖是假人，是 AI，是不是张哲瀚？哎呦，这种好无语。那个还好，就是在他们说假人之前，那个还好，就是那个在他们还说假人之前，我还碰见一个，就是也是 CP 粉吧，在那儿就说那个你们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是一对儿吗？那个他们俩人去罗马到喷泉那个面前去一块儿去丢硬币了。上个月我还看见他们的合影。我心想，你连 P 图和那个真的你都分不清，你还在这儿，就是这种人都，我看见了，我原来还跟他们吵，你知道吧？后来就啊，随便吧，爱怎么样怎么样吧。世界上那么多个傻子，能救了几个呢？对吧？对呀、而且我们的用途又不是来去救那些个傻子，我之前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的不正常的人，就可是吧？能自己的生活范围太小了，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大家都是展示自己正常的一面嘛。对，在网展上，示自己正常的一面，哎呀，真的我在是。刚开始出事的时候，还加了一个 CP 粉，就那个，因为因为那会儿 CP 粉。就觉得就是没有人那个理解我们的痛，你知道吧？他们可能还能稍微理解，至少理解一半儿感觉。可以安慰一下嘛？然后那对。个人他是，也是一个他是一个医生，你据他说也是硕士毕业吧，感觉学历也不低，是一个麻醉医生。然后，也是应该是也有了孩子，也结了婚，就是全心全意的相信他们两个是真的，就每次都在不经意的跟我说：“哎呦，他们两个怎么怎么好。”我说：“我这边认识雷，你不要跟我提这个人。”但他会有的时候会记住，但有的时候就是完全抑制不住自己，是我觉得就他就发是自内故心。意的，他就想把你拉过去，你知道吗？对呀、啊。后来就是张哲瀚出了张三尖的文章之后，他就跟那一般的反应一样嘛，完全是不相信这个是张哲瀚本人是假的，被伪造的。后来应该是在张哲瀚出了视频之后，六分钟他视就，频。对，他说这个是 AI 怎么办呀？如果是 AI 的话，你想想危害多大呀？我觉得这个人无法理喻，就把他全部都拉黑了。之前跟他聊的还蛮多的，就是感觉在生活还跟他打过语音电话，
就在生活中一个比较正常的人，但是你想，实际上他们相信的这些东西，完全。其实就是不想承认自己看错了人嘛，就是不想承认自己把一个垃圾认成一个好人嘛，就是这么简对，单。而他们不愿意相信自己就是在伤害向着对汉，就对，他不想相信自己在帮助垃圾的过程中，自己也变成了垃圾。好啦好啦，问你那个你是怎么样落进蛰坑的？我可能比大多数人要晚一点。我是，因为我之前从来不看内娱的东西，我关注的都是一些像欧美圈的这种博主，之前看欧美的影视比较多。然后就是在快，就《山河令》播的时候，我的前同事，我之前在上一家公司的时候，不停的在跟我安利，他看了就是看完之后入坑了嘛，就是说，他哎呦是这。特好特好是吧？就拉你来看。哎，对，然后给我发了很多安利的视频，我一个都没有点开。然后是，快4月末的时候，有一个博主，欧美叫做，应该是我有一个烂番茄吧，就是他的号做的还挺，这个流量还蛮大的。太大了，对，他发了一个，转发了一个是《快乐大本营》的花絮，就他们俩，对，俩在就那是玩游那个花絮，戏是吧？对对对。而且是花絮，可能是就主要就是在剪他们两个人嘛。哎，看完之后就觉得，本来我是不看的，但是那个是欧美博主转的嘛，我就看了一眼，就觉得啊，还蛮有意思的这还两挺个好人，玩的哈，这个。玩的。然后就是就当天就是火速入坑的他们两个，然后就当天晚上，刷了很多关于龚俊的这个视频，然后包括他过去的剧，刷到很晚，可能到两三点吧，就是一直他的东西，还看龚俊过去唱的歌呀，然后他那些什么盛世那些资源，我也全部都看了一下，那些就是他们来的比较有看头的东西。第二天就是再看的时候，就发现好像这个人也就那么回事儿，没意思是吧？没有任何的意思，然后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内涵，脑袋空空，永远都是，重复的样子，重复的语言，没有任何的新意，就觉得这个人，哎，好无聊啊！就是第二天就下头了，这个是夏天就我史下头。上，对呀，就是史上最快下头的一个艺人，然后就开始看张哲瀚，就就开始发刷现。折，然后刷的欲罢不能。对呀，就是他发现看完他的根本就看不完呀，他过去的一些采访就是都很有意思，然后包括其实大家对他的描述也都是非常的精准，然后可能会写的比较有的人文笔很好嘛，也会感觉很感动，然后又去看了他的 ins，就是。这个人，这他不光是外表很好看，但其实他的内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自己的想法，也会有一些他坚持的东西，就是觉得这个人就是像太好玩了，心是有吧？门，对对，心有强烈，就是非常有意思，而且他的外形我感觉也是很富有变化性的，就是。你像那个谁，龚俊嘛，他就是永远是一套，就是永远是那个，因为他长得那丑个嘛，就样是子，永远是，哎，对，就是那个头发，他留别的就丑死了，哎，然后但是张哲瀚他本身长得很好看，又很立体，就是适合的造型非常多，长发也好看，短发也好看，而且不同的样子完全是不同的感觉。我本来就有点脸盲症，然后看到他之后，我其实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在各个影视剧中的形象统一成一个人。之前就是你觉得他是剧不捧知人的，道这是一个人演的，是吧？对，我之前不过我之前也没有看过他的任何的剧，就他演的所有剧我都没有。我看他各种各样的，就是在各种剧里面的照片，也很难相信这是同一个人。这是同一个人。然后，其实包括在他们的
演唱会就是5月3、4号的那个《山河令》的演唱会的时候，我也很难把台上的阿旭和现实生活中那个寸头的张哲瀚统一起来。就是我把这两个人统一起来，其实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就感觉他就是为像是为演戏而生的一样。对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诠释和自己的演绎。是的，是的，我以前是看过他的那个，就是《极速前进》嘛，那还很早了，就是那会儿是实时追的嘛。但是我就当时记得，因为那个《极速前进》不就是看那个郭晶晶他们夫妇俩嘛，还有什么金星呀，还有那个刘翔啊，就根本都没有注意过他，你知道吗？就是注意力完全就不在他身上。我就记得好像隐隐约记得有一对那个小年轻的男的一对，因为那个两个男的不是在那个里边就算比较强的嘛，就是总比什么姐妹啊或者是夫妻要厉害一点嘛。然后就觉得，哎呦，好像那两个人那个话特多，嘴特碎，但是完全不记得谁是谁，你知道吧？后来那个就是又多少年以后了，然后又那个看那个《演员请就位》，我完全不知道。我当年看的《极速前进》和《演员请就位》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因为名字也没记住，我就觉得，就说演艺圈吧，姓张的人就特别，有一个就是不利的地方，你像什么张馨予、张歆艺、张艺兴、张这、张那，就你完全就分不清这些人，有什么张信哲、张浩哲，对吧？还有张什么张哲华，就是你根本就分不清这些人是谁，你知道吧？除非他就是有一个特别让你，印象极为深刻的这么一个，角色，或者是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否则你根本就分不出来谁对谁。所以，真的，如果姓张的话，进演艺圈最好换个姓，换个名字。然后后来就是，就是我大概就是月末的时候嘛，5月1号，开始正式的去看张哲瀚相关的东西。在他们5月3号、4号其实是有演唱会嘛，看了一些片段，就感觉哎，好可爱呀，就是特别对，有我就意觉思。得他那个演唱会上那个小辫绳一甩，我的天啊，就是特别俏皮，就是特别可爱，就心都，心一下就叭就给他了那种。啊，对，哎，我感觉我好像真的没有像2月份的剧粉，好像他们还，至少还就开心了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看到，就随时看到，我好像就没有开心多久，你没因为开五心月多份，久就出事儿了，是吧？因为我5月份的时候有一个5月末的时候有一个金融考试，那个时候基本都你去在忙家里。考试了。基本也没有怎么上网看他的东西，然后到6月，我其实6月份我考完试之后才开始看《山河令》，就是看非常，而且看得非常慢，就是因为我知道好像结局对阿旭不太好不嘛，太全好程是都是吧？比，对，就是每看一集，就前面很开心，因为所有人都对阿旭好，到后面就是越到后面就发现温客行对阿旭越敷衍，一直到就是他假死拔了钉子之后，就是在阴间饭局上，就他就看完张哲瀚演阿旭就那种震惊，然后又带着一点疑惑又很就是气愤的眼神，我就看不下去了，就从那开始看后面的任何的东西，所以到现在。阴间饭局，你也没看完是吧？就后边就都没看。对，其实后面，我觉得就是他这个魔改确实也挺不切实际的。如果前期老温真的是像前期演的那样的那么性深格，情哈，他后面
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的，对，就是完全都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就说，就说作为一个，因为我不是写文的嘛，我就说作为一个写文的人，就说这个编剧吧，其实在他的心里，这个人物的性格是统一的。就说你凡是看到前后人物性格不符，或者说有那种，那种没有办法解释的那种变化，比如说你有个什么大的变故，这个性格变了，或者是怎么样，他有一个什么，忽然有一个那个什么东西打到他了，他说哦一下性格变了，这个可理解。如果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发生，然后这个人的性格一下就啪一下跟原来判若两人的话，那就是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写的。就是因为你如果能写出前面那种那么就是那么深情啊，又那么那样的那个有内涵的那么一个人的话，他不会就是烂尾成这样，就是为了加各种乱七八糟的情节把这个人物就给毁了，就是，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写手来说，实际上是他肯定也很痛苦，我觉得他会很痛苦，他我觉得可能是那种尽力圆，也就只能圆成这个样子，也就算。啊，但我感觉他好像还对他自己的作品也挺满意。之前我应该是听很久之前了，听过他当初上的一个访谈是一个播客，我已经忘记叫什么了，那个播客现在停更了啊，现在叫做平华啊。之前也就是我感觉小初是对大家的演绎很满意，然后尤其是对张哲满意，但是他也感觉他对整体的剧情的把控还是挺开心的，是这个样子。我也无法理解，而且像他的不是也写磕到升天，就是磕 CP 的那个磕。就是可能你写成这样你配不上呀，问题是不觉得是配不上吗？你我觉得就说你既然写的是这种双男主双强嘛，又是那种生来知己的双向的这种，你既然可以写出来前面那20几集那么生来知己的那种互相的感情，那就是你明白他们之间的那种感情是什么样的，你怎么到后来就都破成那样，就是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事情。对呀、也可能是他们迫于某些压力吧，就一定要把这个高光给温客行。之前不都是说他的名字叫做鬼谷传吧，还是鬼谷主传，就是高光全是传，好像对叫鬼主传还是什么的啊，天涯客之鬼主传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对，也有可能。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就说大家就说你必须要有这个啊，就有个堕雅，然后还得是绝美堕雅，有个头发变白，有一个为了另外一个牺牲自己的生命，有一个就说父母是因他而死，反正就是你如果是看过 1.0 2.0， 当然我也没太看过。我这只不过是就是根据各个人的就是分析他们的高光，分析来分析去，这就是 1.0 2.0 高光，所以 3.0 要 copy 过来，你知道吗？所以这些他把这些个东西强行的塞到里边，一定要把它都放到里边。当时那个魏无羡嘛，他不是堕雅，当时就是啊，好多人就是那会儿爱上魏无羡，所以温客行也要有个堕雅，知道吧？所以那个谁，那个 1.0 的那个鬼面，就是那个朱一龙演的那个鬼面，他不就是白发造型，然后就哇惊艳了好多人嘛。所以那个谁，3.0 的这个一定也要有一个白发造型。所以我就觉得，就是都是这么传出来的。他就是为了把这几个都点都给你 hit 到了，然后这样这个人才能红，才能捧红他。
他就是为了这个，就只能牺牲他的情节嘛，只能牺牲他的情节，牺牲他的人物了，就。哎，不过也没什么，反正这个演不出什么好东西。是呀，白瞎了是吧？嗯，哎，那你对。看完了那个，就是你别的，就是除了这个零以外，你还看过他其他什么别的剧集啊、综艺呀、啊、舞台呀、啊，还有什么的？我其实在，出事之前看的不太多，因为嗯，我觉得好像，因为他总有新的物料补充进嗯来嘛，感觉嗯嗯嗯嗯。他，你就是，我总会看到更新的、更好的、更有趣的就他，是直播是吧？那会儿直播。所以之前的东西我可以慢慢补，我有很大把的时间可以把这些全部都看完。其实，在出事之前，我看的一些综艺，极速前进，就是他那一个，就是他穿红衣服的那最早的那一个和中韩梦之队，然后所有的快乐大本营都看完了。剧其实我没怎么看然后是把演员请就位看了一部分，演员请就后来，位，演员请就位还是很好的，嗯，对。然后看完了《云汐传》和就是名下的夜，那叫什么来着？半妖倾城。啊，白鸟倾城。我的天，那个我实在是，那个我实在是看不下去。我看了他的 cut，那个，叫什么《如意芳菲》，我是从头到尾看了一下，但是《半妖倾城》我是实在看不下去，看的 cut。《云汐传》我也是看了前20几集，然后后边我觉得都扯什么？没事儿，那个女一和男二老在那儿。谈恋爱我就烦，我就把那个后来就是20几集以后都看的 cut，我就觉得啊，这个太啰嗦了，没有重点。对我来说，重点就是看看那个秦王，你知道没有秦王我就不想看，所以后来又看的 cut。可是你看 cut 吧，很多时候就那个就不明白它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吧？我觉得他早期的剧应该都没有什么剧情，对吧？都是很。就是都是那种，那个我以前开玩笑，就都是那种为你痴、为你狂、为你咣咣撞大墙的那种情节。但是好在就能看出来。10年演技的进步，真的是对，在他还是就是尽量把那种破碎的那种无聊的剧情给你合理化一点。但是你作为一个演员，就是你也就能尽你的力能补到多少，你知道吧？那个脑残剧还是脑残剧，并不会因为你很用力，它就变得不再脑残。所以之前他的评分也不高嘛，这也挺有是，可能。我就觉得，就说你如果看欧美剧吧，那个，那你可能就是你可能能明白呀，就是一个人是会被他的外表所拖累的，就是你就是因为你太好看了嘛，你就被标成一个花瓶，就老让你去演那些个，偶像剧啊，就像这边有一个台叫 CW，然后这里边全都是那种特别年轻的帅哥美女演的，什么吸血鬼日记呀、啊，然后什么那个什么高中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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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rls 呀、啊，就是那些个你爱我我爱我，就是那种口水剧，你知道吧？但是人都特漂亮，一个比一个好看的那种。就是吸引那些年轻的小弟弟小妹妹去看的那种剧，但是你一旦被打上这种标签吧，你要是想解脱这个就很难。你看那个美国队长演美国队长的那个 Chris Evans，他不就是吗？就是年轻的时候演好多那种角色，然后每个里面都要脱衣服，就是露身材，你知道吧？就我就觉得就是
他后来为什么一直老留着大胡子，就是因为我就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哲为什么剃个寸头，可能也是类似的那种，就是他二十五六岁的时候还很在乎自己很好看，你知道吧，弄的那个头发还挺漂亮，后来为什么老剃个寸头，就完全就是说不要老看我的脸好吗，就是对吧，他就是被你看雷佳音就没有这种顾虑，他虽然说是大器晚成嘛，但是就是让他演的都是那种有演技的角色。但是你说这种长得好看的人吧，就找他来的都是那种偶像剧啊，什么仙侠剧啊，都是那种脑，就是你那个脑容量吧，不得缺少了90%以上，只剩这10%，你看着那些剧才能够啊，才能够不问问题，或者说可以安静的看下去的那种剧。现在就竟是这种把那个观众都当傻子的剧。我原来也不看内娱，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你一旦能那个看懂那个英文的话，就很难喜欢看上内娱的剧。我就觉得一年嘛，也就那么一两部剧可以看内娱，还不一定是你喜欢的类型。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看古装剧吧，就一年也看不了，也没有一个。那个我先生喜欢看侦探剧，也是一年也就一两部可以看。中国还有侦探剧能看呀、啊？就是什么警察呀那种，哎，不知道今年不是那个看了《狂飙》嘛？今年那个我们看了《狂飙》，然后我一开始就是那块演《狂飙》，我就在那儿刷手机，我根本就不看。后来发现三四集以后，哎，是挺好看的，才跟着看进去。我好像没怎么看过国产剧啊，对吧？侦探剧应该《白夜追凶》啊，《白夜追凶》那都是好多年以前，好年前的事儿了，对吧？《白夜追凶》那个不是还有什么那迷雾剧场，什么、啊、什么隐藏的真相啊，什么那个隐秘的角落啊，什么那些个，那两年也有那么一两个剧还可以。今年好像真的就没有什么剧好看，对，他也出不来好东西啊，你没有这个好的土壤，好的东西也不让播。对，不是好东西不让播，都不是到播的那个地方，就是你根本就写不出来，就你知道吧，就是什么情节都不让你写，对，写不出来，然后呢也而且他也没有好的演员去演绎这些东西，像《山河令》这种电视剧里面，我感觉演技好的可能也能拿出来的也不多，超不过五六个吧。感觉，但是像欧美剧同类型的剧像，就基本都是演员演技都是在线的，就是不会出现、嗯、对，基本上是我就觉得就是你说欧美没有资源咖吗？也有资源咖，就是那种走后门进来的，你知道吧？但是人家走后门进来的，只不过是得到这个角色的这个方式是走后门，但是他真正去演的话，他也得有那种过硬的演技，对吧？这一旦他拿到了这个角色，其实他演的是很好的。我们可能我感觉10年前、20年前这一种人还会稍微顾虑一点，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但现在就好像反过来，就是我们走后门进，要打压你们这些传统的学院派靠实力上来的人。就你们没有钱，你们就是说了不算。你看，你们没有后台，你们没有后台，你们说了不算。对，什么都是我们说了算。然后就是这些个人吧、啊、这个那个又没演技又没什么，但是有后台。就是明面上起点告诉你们，就是我们不需要这些，就是只要我有钱就哎，我有钱那我拍什么你们就要看什么。对，就是这样，就是傲慢嘛、资本的傲慢嘛。那其实也不光是资本，就是都是稍微。对，稍微能拿捏你的都傲慢。这资本所以能做那么大，还是后面有人在支持呀、啊？是呀、啊，对呀、啊，是呀、啊，光有钱是不行的，还得有
有力量，有 power。对呀、啊，国内，我感觉之前是这些拿不上台面的东西，它就是偷偷的来，就是最好不让你们知道。但现在全部都是拿到对我觉得，我觉得对，这就是让我特别那个比较惊讶的，就是以前吧，都是那个，就是以前还讲究一点，就是。在外面还要点脸，说句不好听的话，对吧？还要点面子，对吧？就是形式上怎么也得装一装，对吧？现在连装都不装了，就懒得装了，就那样嘛，我就这样了，你怎么着吧？你也拿我没有什么办法，你就就是发现，受着吧。对对，就是。不过我觉得他们也就是应得，是承受这些垃圾也是应得的。当初我们出来发声的时候，也没有人帮我们啊。他们都知道是，那么大的不公，包括一些路人也好，或者是从业人也好，他们也都知道，如果所有人联合起来的话，其实是能在某种程度上给他们威慑力，让他们退步的。但是没有人这么做呀。没有人这么做，所以现在环境恶化了，就受着吧，活该。这是他们应得的。你看这几次那个小哲出去。那个去品牌演唱会也好呀，商演也好呀，或者说什么被采访也好啊，就是你就觉得外边的那个环境是正常的，你知道吧？对。就是也不见得就是每个人都是朋友啊，至少不会时时刻刻都背后要捅你的那种，你知道吧？就感觉就是，而且你看，在油管吧，也是除了那些个神经病山鸡以外，大家的回复都是正常的，你知道吧？对，都是正常的，都是就是，啊，说他很有天分呐，说他很勤奋呐，就是他有什么问题，当然也会说，而且有的时候你说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就很温和的讨论一下，对吧？这都是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事儿出了以后，你知道吧？当时不是8月份8月中旬出了以后嘛，到9月份的时候，外边的几乎所有的人就都知道他是冤枉的。就那几个图一放出来，然后几个视频一打出来，然后所有的人就都知道，就都知道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了。没有人就是出来去还在骂他的，都是那些个黑子，就是正常的路人。你跟人家一解释，就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看他什么时候那个把他的名字给 clear 嘛，就是什么时候能还他清白嘛，就大家就都想着，就是分钟的事儿。这件事儿多么简单，你一解释不就通了吗？谁知道会弄成这样？啊，对，这就是现在在外网你没有办法跟别人解释的一件事儿。就是说你们这怎么回事？你就没法解释，中国，你就只哎能，呦，你就只能就是别人鄙视你的国家，鄙视你国家的法制，鄙视你这个所有的什么法条什么，你就只能在那儿受着，你知道吧？你就只能就是啊，骂吧骂吧。我现在做到唯一能够做到我的这个，就是我不跟着骂，但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反驳人家。我没有脸去反驳人家，因为人家说的就是事实，而这个真正国内的那个环境，比他们骂的还要黑暗很多。就是挺无力的。我是很在努力。刚出事的时候，就是也很崩溃。当时想，他可能只一定要，比如像下跪，对吧？要跪资本什么的，才能再得到这些洗清名誉的事情，就是机会。但是他，其实显然也没有这么做嘛，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当时也是想的比较简单，而且可能看网上的分析也是比较片面吧，就觉得完全从资本去做的这些事情，那其实我们国家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帮他之类的。当时有一个非啊，常对浮呀、啊，肿就的，是说国家把它保护起来了，对吧？
然后上面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对吧？利用他这契机会那个反腐什么的，对吧？就然后发现根本就没人，谁根本没人管。啊，对，不但没人管，他们反而是在帮助往下压的人，因为他们中很多人也参与了这件事情。对，他们不在乎你一个小演员的死活，我们不在乎，爱死不死就是这种，你知道吧？他们还挺盼望他死的，我觉得，就他死了就没有人对，这件事儿就过去了。对，这件事儿过去了，什么什么失不失民心，根本没人在乎。就说我这么多年吧，从这个国内出来，我是觉得就说不管怎么样，还是就是你再说出大天来，再怎么黑暗，再怎么腐败，但是你最基本的这个以人民为本是总是就是根基是对的，我是感觉可能是有人蒙蔽了一时，但是这个根基还是为了人民而服务的。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人民吗？人家根本不觉得，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尘土，就把你啪就掸掉了，你知道吧？就你自己拿自己还当盘菜似的那种，所以就说，实际上这种醒悟，或者说这种，信仰的这种破碎，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了这种信仰的破碎或者信仰的倒塌，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就可能就更不能承受吧。就是完全无法，其实从就是，甚至就跳开爹的这一部分，就完全单从这个事实来看，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件颠倒黑白的事情。那为什么网上好像所有的人都在和我们反着来？为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的白是他们眼里的黑？他们就是能是一件，就是用一句话你路过的就可以解释的事情，他们却要长篇大论的说很多其他没有关的事情来佐证他们的错误观点正确性。就这个就是直到现在，而且其实也不光是那些带节奏的所谓的黑子他们的引导，很多人也都是真情实感的在这么相信。他就是说你已经被埋了，你就不要出来再找麻烦了，对吧？就是这对样，呀，就是你其实你被埋的这是条性命，或者说是这么多人的信仰的崩塌，没有人在乎，就是你不要惹事儿就好了。你们自己怎么样心碎或者怎么样挣扎，不让我看见随便，让我看见就不行。对，之前一二三出文件之前，很多人都在觉得形势在向好嘛，都是在很是的，会有那个平凡的那一天，但现在发现不，我就其觉实得，是就在发。说一二三出来以后，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就真的是就绝望了一天，因为那个很快李老师不就出来了吗？所以还是那会儿还是有希望。我真正就觉得没有希望了，是去年在他发歌左右的时候。因为我就看他在外边发歌，我就真觉得哦，他可能真的是对这个地方不抱什么希望，没错，是我吧？看去年的，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嘛，缪斯还在发，就在我们微博上发什么要借力打力，就是借力出圈，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发完道友的视频嘛，就是我们在网上在和他们这个活动什么的，就是那个时候人还是在抱着还是希抱望着着，希望，对。对。但后来确实是，发现他的路线在向外走，而且他也自己也说了嘛，后就是在国外发展了，这就就是很不痛能苦。成为山就成为海嘛，对吧？就是对他我其来，实很，他其实很早就明白了这一点。但对我们来说，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的背后，我们只是看到他的决定。但其实他做这个决定的过程中，肯定经受过了非常多的反复的痛苦和对，他肯定不知道碰了多少，
钉子对。才这样，因为我觉得就是对，他实际上是一个比我至少我不知道比你怎么样，我觉得他是一个比我要理想化很多的人，对吧？对，如果他这么理想化，这么我不能说他天真吧，但是他是一个很理想化、很容易把东西美好化的那么一个人，就是他看一件事，他很容易看到这个里面好的地方，而会把那个坏的地方尽量的，就是原谅啊，或者尽量的容忍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比较善良、比较宽容的一个人。如果他现在都做出这种决定来，你就可想而知，他是全身都碰得头破血流，然后就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才会走这条路的，没错，而所且这以。个应该对他来说更难。就他之前是一个真的是无脑粉红，他真的是一个比无我，脑粉红。对，我之所以粉红，是因为我出了国。就是你对你离开的那个故乡啊、故土啊，总是有一股那种眷恋的感觉。所以我其实原来可粉红了，我原来可粉红了。就说我以前那个。在群里边跟一个姐姐那个聊天的时候说过，说以前看那个抗日战争的时候，好多外国华侨什么的就把自己的全副身家都卖了，那个就支持抗战嘛。然后我就想，如果我的国家、我的祖国陷入了那样一种绝望的战争的时候，需要我当时毁家纾难，对吧？把我的家财都变卖了，甚至我那个也回国能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都会毫不犹豫的这么做，你知道吗？就感觉都是在，一切都在加速向一个毁灭的方向发展，但是没有人踩得了刹车，就感觉很遗憾。明明几年前你们是可以踩刹车的，你们之前是有这个能你力的。看他们其实有几次都想踩刹车，但是现在就刹不住了，已经。已你经看晚了，他们之其前实他有一些个风没有向，就刹。是带着要收回来嘛，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个脱缰的野马，要管一下。但是现在速度太快，根本就收不回来了。我感觉爆发的时点就是在张哲瀚的事件，那差个不时候多，是刚刚把就是日本上在网上的舆论很不好嘛，刚刚开完奥运会嘛，然后就是借那个时间点，就是把他的所有的就是关于日本的东西又全部都翻出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极大的激发了我们国家的所有的这种民族情绪和民粹主义，因为。包括现在一直有人在网上在骂日本的各种东西，但是在2021年8月份之前，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没有，一直有的。你对那些个爱国大有。V 的那个什么四月网啊，什么那些个，你可能关注的不多，因为我以前就是什么看什么张维维啊，什么那个，金灿荣啊，张召忠啊，那些个人我都看，他们那些个什么饶毅啊，什么李世默呀，那些个人的讲话我都看，什么防兵，我看的比较多，所以这个情绪一直是有的，一直是，而且就是那种咬牙切齿的恨的，而且就说，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以前也是那种咬牙切齿恨的那种人，因为就说你看那一段历史，你不去恨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就说你恨一个国家，或者说你这种民族的仇恨吧。你要是用在发展自己身上，那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我就那会儿就是想起一句诗来，叫什么"14万人骑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嘛。就是你有本事你去把人家和平了呀，对吧？你有本事你去把那靖国神社你去把它炸平了呀，或者怎么样呢？你把。这个你又自己又不敢，对吧？你这国家也不敢，现在也不敢跟他开战，对吧？因为是一件太大的事情，对吧？那你就把这些个仇恨放在
不管是这个国家的平民，还是你自己国家的平民身上，尤其是这种稍微有一点名气的人，不管是人家是穿个和服去看个樱花呀，或者说什么说哎呀什么日本电饭煲好呀，或者开辆日本车呀，就这种就是你在你身边的这种人的这种日常的事情，你把这个恨放在这个上面，这就是病态的恨。就说你的一个，就是你个人是可以恨的，你如果国家或者说你的那媒体的风向引导这样的恨，那就非常非常可怕了。对，没错，就之前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就真的是他这个8月份的事情闹得太大，就是发现明显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媒体就管不住这些日本相关的东西的发展的走向。之前可能还会就是稍微的拉一拉，现在没有任何人能拉得住了。现在他们也想拉，就是拉不回来了而已。那天我看到一句话特别有感触，他说：“哎，就是应该是在粉丝见面会的时候，两个粉丝说的话，说我愿我们在超强的世界相见。”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跟着张哲瀚就是出去，真的蛮好的。现在在内娱会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就内娱容不下张哲瀚这样的人，他之前可能会有那样的环境，之后也可能会，但是现在没有。现在没有，现在戴一个耳钉，就是画一个眼影，都会被骂娘炮，然后说什么被主流抵制，就没有什么不是劣迹艺人的人。就像哲瀚这种，他的那些感觉是他就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对。有很多奇思怪想的艺术家，就是内娱是现在容不下这种人，内娱现在容得下的都是政工干部，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木头，要不然就是那个特别喜欢钻营、特别能够钻营的那些个人，你知道吧？我那会儿在我的那个另外一个群里，我就说。我说那个看什么偶像剧啊、爱情剧啊，就是大家就喜欢看狐狸精嘛，就是那种那个长得又好看，然后又就是眉能眼、目能语的那些个人，你知道吧？你现在呢，给我看的都是一些个那个老干部，知道吧？就是政治局的那个就什么政委啊，什么那些个人说出来的话，一个二个都可以上教科书的，上政治书的那种人，就是四平八稳的。然后呢，他自己在这个艺术上也不敢创新，也不敢出条，也不敢有任何的风头可以出，你知道吧？就是也不敢调皮捣蛋。就是你要看那些个木头吗？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这个道貌岸然的人还少吗？我看剧，我还要继续看这些个，不是和尚就是木头，要不然就是政教主任，我有病啊！就说我就说那个能不能给我们看狐狸精啊？我就是想看狐狸精，我这话不好听，但是现在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演出那种，就是又爱又缠绵啊，或者让你如沐春风的那种感觉，你就必须得是那种性子，你知道吧？可是这种性子，这种又活泼，或者是又那个特别会钓的这种人，在内娱就活不下来。没错，所以，因为我才拿捏嘛。对呀，哎，真的是。所以还是挺希望他能找到一个好的剧啊，然后好好的演一演。他说他一直说了2次想拍爱情剧，是希不望。是？是不是感觉有那个目标了，所以他才那么说。我也这么感觉，而且我其实也蛮希望能看到他的爱情剧的，就是因为他确他实不是，是一个随便说话的人，因为他现在身上承载着太多的人的那个期待，你知道吧？而且他自己很知道这些个，他就是特别不能给别人那个养蛊，
你知道吧？就是你给的希望，然后达不到，很多人失望就受不了了。对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特别懂大家这个心情，所以他一旦说出来，就是有八九分的那种感觉。我也觉得，希望明年能不知开道出来。是不是我们的 wishful thinking，是我们就想这样。哎呦，我的天！想太多了，有的时候是不是？哎，之前是只希望他活着就好。在出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他活不下来。我觉得，如果是要自杀好多次了，我在一个外人，我都没有办法承受他所承受的这些痛苦。但当事人他，要难更多。是，哎，所以后来。我当时是多少？我当时可能就，我本来就不到100斤，你知道吧？就是我那个1米64，然后差不多就是98、99的样子。然后他出事儿，你一个星期哗就掉了6斤。就是看着饭就不想吃，然后每天那个一关上灯睡觉就躲在被窝里哭，然后就我那个床头柜的那个抽纸整整一包都被我哭没了就。对对，我也是，我比你还轻一点，我大概之前是92、93吧，然后后来就是出事之后也是什么，我可能持续了一个月吧，是吧？什么饭都，对，然后睡觉也睡就不想睡，睡不着就好痛苦，睁眼闭眼觉得对，就他怎么醒来以后就想，我。没，刚一醒的时候，哎呀，这是个梦吧？然后就忽然想起来，这是真的，都已经发生过了。就是我其实是不怎么看，不怎么刷手机的。就是在是。他出事之后，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醒来的第一件事都是去看看看手有没有机。新的消息啊，万一要是有新消息了对，就那个时候，我是在找有没有他自杀的消息。就是呢？我真的，我想。如果他自杀的话，一定会上大新闻的。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确定他能不能活下来，就是很绝望，然后也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人有任何的消息消透露出息，来吧。我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就是大概是9月。就是21年9月底吧，就是9月20几号，差不多那会儿就知道了，那会儿就知道插电了，那会儿就知道插电了，还去跟小姨那个语音过，那会儿就跟小姨他们就说那个光卖茶是不行的，说你卖点茶具啊，就在我在那个1688上，就是阿里巴巴上给他找了好多那个做瓷器的那个小厂家啊什么的，然后给他推荐好多款瓷器，让他们还有什么茶宠啊，什么香插呀，还有什么路飞的那个紫陶的小狗啊，那个给他紫砂的小狗给他那个寄了好多，还有什么那个就是你可以做那个栀子花的香体膏啊，然后还什么那个什么各。各种什么栀子花的项链啊，海蜇的耳环啊，给他寄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真好。那会儿那茶店就没人，你知道吧？那一个茶就10个人买，大家就在那儿还什么抢，就在那儿看都没有人，你知道都不知道有。这个茶店是他们家的，当时我们那个群里的那个姐姐就是那个龙珠，后来那个不都买不到吗？她那会儿都是一箱一箱的买。但龙珠它的签名全部都被涂掉了嘛，就是，我们有让有那个没有涂到条签名的龙珠，老早那会哇，儿的，知道吧？因为那会儿不是那个海蜇很多嘛，包括那个 CP 粉也很多，就是你一出那个，很多人跟着他反黑嘛。因为当时就觉得，就是大家都心急如焚的，就不知道想为他做点什么好，
忽然有一个人带着大家反黑，大家就觉得哦，这件事儿我要做。然后而且那个反黑的时候都特别痛苦，因为你那会儿那个看骂的汉奸还都很难受，对吧？我不是说现在就是你就那个看习惯了就不难受了，但是那会儿都还没脱敏，我一看见那个就一边哭着一边头，你知道吧？当时不是那个，茜莎在那个油管，他做了一个就是公司那个骂他的那个他去那个。超话里边收集的那些个，就他各种骂哲的各种话，什么特别特别难听的，还有骂海哲是慰安妇的什么的，他收集了那些个截图，就可能一张截图放3秒还是5秒啊，他整个弄了一个9分钟的视频。Wow. 然后我们就是为了，就说为了让别人看到他的粉丝有多恶毒，就是这个网暴有多么严重。然后我说我给你加字幕吧，我就把他那个图里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给他翻译成英文。我就觉得我就是那次以后我就基本上脱敏了，我再看见这些个就觉得就是已经不能再那么 deep 的 hurt 到我了，你知道吧？那个千沙剪到后来就哭了，他自己就受不了了，就。嗯，对呀、啊，应该是很痛苦的。对呀、啊，我就哎，但是我就想，就是那样的日子我们也熬过来了。嗯，现在我就说，怎么说呢？这比起来，这日子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过那个时候，是不是他们收集的证据都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也不会让他立案的。嗯，就是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就是这样，就是他一直用这个立案这件事吊着我们，你知道吧？嗯，包括连哲也是，就说，所以我就觉得他实际上是有智慧的人，就是他自己就不去一次次碰的头破血流，他自己就算了。这是就说，你能够知道什么时候放手，实际上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就说很多人为什么就说你就从一般的那个就是，沉迷变成一种病态的那个，用句英文叫 obsession 嘛，就变成了一种病态的那些个就过于沉迷的，就是你知道什么时候放手是一个很有大智慧的一件事儿。嗯，对，所以我觉得就说这真的是能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才能够做出这个决定。对，就之前觉得他怎么能一辈子背着这样的骂名呢，这可怎么活得下去啊？对，就是现在看来，但是就是在简中网上的现实，他可能在这里就是要一辈子是被这样的以这样的形象。我觉得不会是一辈子。我觉得不会是一辈子，就说这件事儿，迟迟早早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我们所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但是这个结局是在10年后、5年后，或者是多少年以后出来，甚至就说可能是在历史上给他翻个案什么的，但是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不能在这里面就浪费掉了，所以我说他是有大智慧的人，他是能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对，真好，真好，真好。而且就说真的是这么快就拿得起放得下，真的是很难得。我有时候觉得这跟他就说打高尔夫球也有关。你记得他说过吗？说是让你一个球打坏了，你要迅速调整的心态，因为你这个就是打高尔夫球是一个算全程的这样一个用脑的这样一个运动，嗯，它不是靠你就是拼的什么那个我跑得快呀，我胳膊力量大，不是，它是很多技巧在里面。所以我就觉得他拿得起放得下，可能跟打球也是有关系的。就是或者说只有是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 golfer 或是怎么样的。嗯，他非常聪明，其实他
比我想象要聪明，而且之前我觉得可能演员周围大多数也都是演员的朋友嘛，所以他的 Peter 出来的时候就很让我惊喜，因为 Peter 是在美国做同，对，他如果有这样一个朋友在身边的话，那其实可以极大的拓宽他的见识。雷子也很不错，雷子也很不错。就是他这几个朋友都是那种，就是说有个事儿一个都没走，而且有了事儿也没有说我出来挖你的伤疤，或者爆你以前做的什么那个不好的事儿什么的也没有，从来都没有人捅他一刀，没有人落井下石。那个。这其实就说有了事儿，你的朋友是站在你这边，还是就是落井下石，或者是完全不理你？这件事儿很看人品的，从此也能看出来他的人品很好，他的人品贵重。哎，我是觉得，就说这个世界上有那种顶级聪明的人，对吧？就是那种智商特别高的人。但是我觉得他不能用聪明形容，他应该是有智慧，就是他不是 clever，或者说不是 smart，他是有 wisdom，没错，是吧？就是这有智慧，对，而且他以他的年纪能有这样的智慧，非很常了难，不非起。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真的是。哎，经历了算，这些东西，能活下来，还能，在这还付能从出，深渊里爬出来，真的是就是对。还荆棘的路还开出花来，真的是太，是我不能想象的事。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就是我1年前如果知道有现在，我就那会儿可能也不会那么的，绝望吧。就我是，我看好多人都说希望那几个月能快进过来，就想看到结尾，实在是熬不下去。但是没有办法，他自己也说呀，生活不是爽文，没有办法，一见就到了，几对，十年之是后，的，是人的，非要天天过下来。我对呀。感觉我就是应该是在这个很 down 的情绪中沉浸了1年快2年吧，就是从他出事到，可能就是到今年，8月份、8、9月份之后，看他频繁的把这些就是去展露自己，然后上一些节目，他越来越快乐，这个时候才是真的放下心来。就之前。是的，是的，感觉一直应该，如果是去，我没有去看过医生，但是如果去看的话，应该一直都是一种比较重处抑郁的状态。我个人认为，我觉因为得感，是，对，就是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就是这个，就感觉好像那些快乐都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就我是们的，在乎的人对都对，看就我就觉得，我那会儿老说一句话，我就说，就说这件事儿吧，咱们碰上了，等于说是地狱级的追星难度了吧，是一个很痛苦、很痛苦的事儿，对吧？但是你在这个不间断的这个痛苦中，也有很多非常欣喜或者惊喜的那个，片段是，或者说那些个场景是他带来的，对啊，全是部都他是。带给你的，就像他当时那个，就是给你弹个吉他呀，然后，对吧？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个22年那个春节那天，就是零点刚过了10分钟，他不是给我们弹《孤梦》吗？那大家不是那会儿张靓颖刚开那个公众号吗？那是我最就特别高兴那天，我觉得哎呀，他那个，而且他不是画了个那个给弄了个老虎，还跟咱嗷了6个那个波浪线吗？
就那天那个，我看我的那个首页，大家都在那嗷，都在那嗷，给我乐坏了。那会儿好欢乐，就觉得。还有他 ins 重开，他不是那个公众号被封了以后，ins 开了，他弹了个那个吉他，然后那个手机叭一下掉了，露了个脸嘛。然后他把手机咚一下给踢到桌底下去了。就是很难过，那个时候看到那个画面，他之前都是，喜欢镜头，对，但是现在很畏惧，就不希望。他也不是畏惧，我是觉得就是说，他知道他如果拍到脸的话，这一段视频就废了，就不能传播的感觉。这种也，对，是啊，哎，然而后。且那个时候每天都是很痛苦，然后只有是，他发的只有时他候能发的够。时候，对，所以就是他吊着我们的命啊！所以你想没想到？想没想到过？他 ins 如果没有，不是因为换了手机，他 ins 重开，我们如果没有他的 ins，我们会怎么样？甚至说我们现在，从去年12月15号，到。就是今年差不多4、5月的时候，你就知道李老师那边完全没有希望了。那会儿，但是那会儿我们有7首歌，我们当时如果没有这7首歌，我们的日子将过得有多么多么的痛苦，就是对，完全两眼一抹黑。就是因为有这个歌，他又在 iTunes 啊，就是各个地方表现都很不错呀，然后。那个忽然有了个演唱会，我们这才缓过来，就是才过了一点正常人的日子。对，就真的很厉害。就如果他没有做，我们还是在局限在国内的这一。点小天地，还是就只能指望爹能开开眼，对对，能等看着一看。爹的话，我们现在。对，我现在的人没有，就说都不会，就是很多人肯定早就走了，他就再也没人了。我就说，我有一个理论，就说你这个人吧，你对痛的这种接受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有一定阈值的。就说我很痛很痛，我如果总那么痛，我再爱我得自己先顾我自己的命，你知道吗？就是我再爱我也得离开。就是说我如果从你这里得到的永远是那种痛苦啊，然后不安啊，然后那个焦虑啊，我再爱我也在这儿待不久，没错，对吧？就是就如果总是这样，完全没有希望的话，很多人就都走了。如果这些人都走了的话，那他后面的这些个，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事情都是人头拼出来的呀，对吧？所以，其实很多人已经都因为绝望或者痛苦离对，开了。是的，是我的，们留下。但是对痛苦承受能力比较强的，就是我们还没有走，但是很多人就是1、2、3的时候已经走了，也会走一些，就但是比较短暂的拉着回来。但是对。去年是非常长的拉锯战，几乎直到年末他发歌，在此之前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在我们一直期盼的进展的，这个也是非常。对，他以前那个，前三天点赞4万5，后来慢慢变成2万多。我最近都没怎么看他点赞呢，因为我现在就觉得这些数据不重要，我已经不再看这些数据了，我不在乎了。我那会儿就是天天看这些数据，我还有一个数据小组，你知道吧？我有一个数据小组，这数据小组里有几个大神盯这个宝登源和那个爱河每次的销量。我们当时实际上是最最紧张的时候，就是 Muse 事件以后，不是那会儿那个动荡的是最厉害嘛，好多人都说走，那会儿就是最最就是出事儿了以后，他第一次卖那个爱河，卖的那个卫衣啊还是什么的，就那次的销量一出来，我们几个心就定了，那次的那个爱河卖了700多万。
这个他应该是不是只能从后台抓取啊？因为好像前台就看不到他。现在看不到了，现在看不到了。他那会儿没藏的时候，就是没有完全藏好的时候，还是有办法能看到的。啊，现在看不对，到了，这嗯，现在限那量了挺好吗？的。对，现在是限时的，对不对？就是对，感觉限现时。在对现在就说，嗯，因为那会儿不就是他就是有多少他就在那儿，因为大家都能抢光嘛。现在是不限量了，就是那么多时间，你就随便的慢慢买，你买多少，最后我生产多少而已。这也说明他的就是他手里的那种资金宽裕了。我不是以前写过一个文嘛，就是写过一篇帖子，就说我如果是嗯，就说我预定1000万的货，我有可能要交100万的货款。我如果没有这100万的货款，我就，对吧？我就只能到了1000万，我就只能截止了，就不能再，你们就不能再买，你们再买我交不上这个定金了。而且就说我在这个45天的里边，不是只有这一批货。对吧？对，而且我发了货以后，要把货款收回来才能够进下一轮。我如果这里边有2、3轮的话，我每个都需要100万的话，又要干别的，就是所以这个就是限制了它的产能。不是说我想定多少就定多少，你想定个3000万的话，我根本没那么多那个定金给他。但是他后来慢慢从容，就说明他手里边宽裕了，或者说他跟那个厂家的那个关系，通过几次就是有了信誉，人家可能就给你的 credit 更多一点嘛。或者有的时候你可能那货款，比如说以前是付10%，现在付5%就可以，不就是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对。不过那次面，那其实很多都是在，就是之前我们也是在埋线的那些人吧，那就是像三瓜子反那正是些的。肯定有人挑，是肯定有人挑的。就跟你说，每次这种都有人挑，都有人上当，都有人走。我就觉得真的会。一直到现在好多了，就是那种再跳，我们好像已经世面见多了，就无所谓了，你跳吧。那个不就是想让我们脱粉吗？逮就不走，怎么着吧？所以现在好一点。对，近1年来，我感觉少去的都是就是香瓜子那种什么正义路人大姐那一条线，那他们应嗯，该该跳的都跳完了，都已经走光了。咱就也别说是大姐还是太妹了，反正就是吵架，就每次不管是因为什么吵，总有人走。所以现在就自己玩自己，就不要吵了。就是你跟你喜欢的这些个人在一块玩一玩就好了，不要你还要怎么着，统一六国吗？根本也统一不了。对，这个还蛮好的，因为在挺多的明星的粉圈中，他们都是只是有一个相同的思想嘛，就脂粉引导的，说什么就是什么，小粉丝是没有任何的话语权的。那在我们这边，感觉其实是相当于是在粉圈的权力来说是下放，没。我们去中心化了。我们现在我们的中心只有一个，就是他。别人都谁在这个圈子里有那种举足轻重的，没有人。你任何人现在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说抬就抬走了。就跟你就走吧，你多少粉无所谓，我就不要再听你了。对，就是这个蛮好的，这就样是挺好的，这样挺好的。对，大家都是各有各的想法，就是其实嗯，谁也说服不了，那就不要说了，就是我们就都是有一个统一的目的去，就是支持他就好，嗯。是不是？年纪比较大有关系还是什么？但我其实不太清楚，他的明星的粉圈应该也会有这些也年纪比是，较大的。嗯，我觉得有点像，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过程是个谍战剧，你知道吗？所以把你给练出来，所以说别家不就是支持一下商务，对吧？然后不能支持商务的做做数据，然后那个剧出来看看剧，哪像我们这个太地狱级难度了。
不是，你就看咱们家的这些个人，哪个不是全挂子的本事？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产出的太太也要去控评那种，你知道吧？就是谁不是把自己所有能做的事儿都在这儿全都做出来了？对，主要是就是对他投入了太多的情感。如果之前不是813这个事件，那我们可能也就是跟普通的，对，有的人就是我真的都已经做好准备。那个8月份不是9月份就开学了吗？就觉得哎呀，不能这么沉迷一个剧和一个人，这是不正常的。都去想，哎，暑假嘛，那个小孩放暑假嘛，他一开学以后，正好他也就，该那个进组了，对吧？然后可能也放那个《父母神探》，我就跟着看剧。我就作为一个一般的观众，最多就是他有剧约，他有商务支持一下就完了，对吧？说他几句好话，写个好的影评，That's it。谁知道？就是本来是要恢复去做杜好之前，他叭呀出那么个事儿，就是属于那种你还在热恋期的时候，然后一下把你这个就是连接给你咵就切断了，不是你自己慢慢细慢慢自己就是自然断的，而是他在你最最喜欢的时候哗也给你切断了。那谁受得了这种打击呀、啊？所以说，咱家是终极被虐粉到，被虐到吗？对，关键这个还不光是切断，而是因为我们还知道他切断的原因是因为他被冤枉，他受了对委呀、啊，屈，是呀、啊，是呀、啊，这种就太痛苦了。是啊。然后之前其实我都从来没有过追星的经验，我正平常常就是人之前，谁就不大家就是观众嘛，对吧？就是喜欢了就看看，多看看嘛，谁没事儿就这样，没有人。没错，就之前我就是给我安利和令的那个前同事，他是追星的，他在追一个老追星人，就之前各种去看花钱，我就觉得他们追星的，好像是不是都有点不太正常？就怎么会这么沉迷呢？就是一个很不的，你根本就其实你是作为一个远端的粉丝，一个可能几亿分之一，你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粉丝就是明星给你的作为粉丝的回馈是有多少的。就是他即使他有是，爱粉丝，而不是面对你这一个人，那你作为一个个体，你要去这么对他们倾注这么多的感情。后来，我也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也是，就是感觉我的生活里，就是他已经占了绝大多数、绝大部分，全部都是因为如果没有八月份这个事件，我是不会这个样子的，就是因为是的。他是一个非常值得爱也需要爱的人，是的，是的，是的，就，我觉得那个，我以前就是很不能理解，就说你怎么可能这么远的一个跟你完全无关的一个人能那么爱他？我现在就觉得就是，别人我可能理解不了，但是他完全明白，就是这种这么强烈的这种感情从哪里来的，在我这里完全是逻辑自洽的。我那会儿我们群里的人总说你的，我不是有2个儿子吗？然后就我那会儿群里老人总说你要养儿子啊，你有3个儿子要养，大家都是这样，要不就是把他当弟弟，要不就是把他当儿子。对对，就是他就已是经想，不是一个就是抽象的这么一个人了，对，他就像家人一样，就对，很是难说会把一个明星当成家人，但是的，就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就感觉确实是，就是他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对呀，我们好像他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啊，对呀。就之前也都就是在网上控评或者反黑，或者是因为我们前段就是最开始的一年，其实主要的沟通工具还是微博嘛，然后就是粉丝的沟通工具，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网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出来的不利他的言论，大家都去那个去
去互动什么的，就是那个时候感觉就是在就是为他而战嘛，就是 fight for him。然是，后就是直到他，就是他和应该是去年3月份对不对？他和李老师的有一段微信的聊天记录放出来语音，他说他不会放弃，就是他们在大概是他们这样搞。他说他要是个男人，他就一定要战斗，是来那段是吧？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从为他而战变成了就是和他一起 fight with him。然和后，他一起战斗，嗯。对，然后就很奇妙的是，他今年也是在说了2次战友，他好像对我们也是有相同的类似的感受，就是大家在一起。他不是说嘛，他不是说我们是他的大宝剑吗？我当时，我看那个 ins 贴的给我乐坏了，为什么当时大家都说我们是他的大宝剑？然后实际上他们发歌的时候就是想着这歌做出来了，就是还是要发的嘛，因为那个就当时就想说能在那个台湾的榜单上。能冲进前10就好了，没想到全世界图榜，你知道吧？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所以那次那个成绩那么好以后，他激动的跑在 ins 发说这个他是骑士，我们是他的大宝剑嘛。然后对。那个他根本就想着那个。就台湾进前10嘛，结果台湾的前10全是他的歌，然后他的老歌都被刷到了前10，没错，我也是。然后就没有我们没有趟过的榜单，所有的榜单我们全，当时那个谁，那个 Mariah Carey 不是那个圣诞第一，不也被我们抢了吗？没错。就是没有飞榜之前，不全都被我们抢了吗？然后就那天就都疯了，你知道吧？你天天看那个，就都疯了，就都。那个时候确实，大家都还就粉丝也在说我们去买台湾的，因为不知道买什么地方的礼品卡嘛，都说我们先对。买台湾的，因为他的榜单好进。然后对我也是，就买完之后你不把知所有道，当时我那个，当时我们特别紧张，因为我们那个北美群就100多人嘛，就是加上别的那个，就比如加拿大的那个有他那个多伦多有自己群，加州有自己群，就是都加在一块儿，也就是就这些人就是，哪怕有重复的你就算，实际上都不重复，加在一起也不到150个人。然后我们就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开始，对吧？看。去哪个国家发哪个国家就上第一，你知道吧？当时我们就想，哎呦，我说人家别人都第一了，我们啪呀拉垮得了第30，我们的脸往哪儿搁呀？可是我们北美就这么几个人，就那么2、3条枪，你知道吧？当时就紧张的睡不着觉，就一想到马上就要买这个那个，就榜单上去，就紧张的就根本都睡不着觉，就没想到每家的榜也被我们给冲到了第一，我的天！对，这个真的很厉害，我也没有想到，我说就这么多人，这么多，我说哎，我说不是，然后那会儿他不是那个都想，他本来就没计划着拿这些嘛，就第二歌叭一下2个星期就发了，因为你第一个歌的那个影响力还没过呢，你知道吧？那会儿就跟他们说不要发那么频繁啊，至少得1个多月以后再发。他后来不慢慢就找着节奏了吗？然后还，我们不是还被人带了节奏，就说这个榜单，你在这儿弄那个飞榜了以后，影响到他以后就不能发歌嘛。后来中间有一个那个就图嘛，图都没拿过试音，那还是他的主打歌，就是当时大家都不敢买嘛。后来对，是北美的这帮人就说，我不管你国内买不买，反正我北美的买你管不着，对吧？不是一人一号吗？对吧？后来一点点，不是又有首榜的，慢慢的才把爱通，反正就一发歌肯定能拿个爱通第一，这不是慢慢一点点平衡过来才。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敢买歌，就现是在，被一些对，很多这都是洗你脑都。包洗的，对吧？你看你现在一说成绩，谁都说爱通，有人说别的吗？更没人说别的。对呀，你看不那知些道那哪个里。词曲作者，你爱通一拿第一，哇，我都激动的都在那发 ins。
对吧？这个是有含金量的。对呀、啊，但其实，哎，感觉有些人他确实是怕飞榜，因为也不知道飞榜的规则是什么。就是如果说我现在是觉得拿过一天爱通的第一，都比在上面挂十天的第五、第六强。因为你就说 对吧？你就说啊，我冠军了一次，你看你就说了这个、啊，这是冠军榜单上的一个，对吧？你冠军一天、两天、三天，当然时间更长更好，但是基本上现在都是三天。你看那些个南韩的那些个团体，那些个 group 牛逼哄哄的，然后自己后边大公司什么的也就那样。哎呀，对呀、啊，所以我们很牛了，我们是属于无组织无纪律一个民间的，对吧？那个各自为战的小群体，把它、哎、我知道感觉，但是确实感觉没有多少。啊，像他的点赞数据，最开始五万人感觉到头了，就是按五万活粉。那、嗯、现在我跟你说是这样吧，人家就说了，内娱有一万五的核心氪金粉就是横汤，你就是可以横汤。我觉得他一万五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一万，还是有的。我们之前是销那个专辑是销量，我记得是四万五，后来到了五万，后来补过一次到了五万，因为他那个就是卖专辑的时候他说过就是卖了五万份嘛，对，差不多五万，但是感觉一般大多数人都不止买一张嘛，那。很多人买了十张还不止，就是按这样，就算一人买五张的话，差不多也就是一万粉的样子。对，就可以了。就说实际上你有一万这种肯给你赴汤蹈火，然后肯给你花大钱的人，就是可以平汤。对，其实也难怪到现在他还有一万粉，也难怪当年他们非要拼了命要把他挡下去。他当年那个环绕87万。对啊，87万人，就是他不是买了87万份，是买了87万不同的人账号，不同的账号。哇，你想想那是多少人，对吧？他那一个杂志是30块还是什么，买了900万。你想现在，你想现在这内娱买一个10万就哇哇哇的都不够看，这当年都是我原来收集过他那个商务的数据，那个海哲是2个半月吧，给他氪4亿，哇塞，对呀、啊，然后这个爱河和宝腾源。人家别的那个商务是商家分，我们家是都进自己口袋的，那就最好了。就对呀，也不希望他代言，都要给别人为别人加音。对，所以你看他现在多好，他现在就只穿爱河。我这你看他那个翻译上那个袖口全是扣子都是爱河，哎呦，这真的我跟你说叫什么妈心甚慰，你知道吗？我想，哎呀，孩子好，行，会那个。他第一次那个，其实我不太喜欢那金色的皮夹克，你知道吧？我就觉得那个皮夹克不显得身材，显得特别，尤其配上那发型，显得特别短粗的感觉，你知道吧？但是我一看是爱和高定，我想，哇，这孩子太会了。没错，没错，是吧？就觉得哇塞，真的是开窍了，怎么能这么聪明？对啊，就现在，而且他说这些就办演唱会，然后办翻冰情也全部都是自己花钱嘛，也没有人赞助他，对，其实能办下来好多钱，就也是挣了一些钱的，还蛮。这个就很高兴，咱不管挣不挣吧，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就是他也是想要回馈给大家嘛，就是对吧，钱不钱的真的不是很重要，就是能把这些个人的心都留住，实际上是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儿。对，
而且他本来就是这种，就是你对我好，我要对你加倍好的。从那些年开始，就是谁来探班都给买最好吃的东西啊什么的，本来就是这种人。你想想那个，在新加坡不是半夜粉丝还等他，他还叫人来送果汁什么的，他本来就是这种很那个很温柔的一个人，哦，然后是吧？他现在伤应该都赔完了吧？我觉得应该是都赔完了，嗨，都已经过了就不想那些个，现在就跟着往前走就完了，对吧？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死棋居然给盘活了，是一个很奇迹的事情。对啊。要不然那个四叶草总说对吧？就是一下子没打死，那他不自己慢慢又活起来。真 好。我真的是就是那些年那些个月份，真的就是靠着玄学一点点挺过来的。我这次不是回国还买了一副塔罗牌嘛，现在开始学做那个翻塔罗牌嘛，现在。玄学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些个人救了我，要不然我早就崩了，早就。之前不信玄学，后来发现，只有玄学可以救我们，都绝望的时候，除了玄学，什么 都是吧？也。就我感觉，我们就是粤语，可能10年前、20年前，就那个时候，是真的会有一批好剧出来，然后很年轻的演员，25、6岁，但他们的演技已经非常好了。你看那个时候，邓超和郝蕾的什么，他们两个共同的什么天子《少年大天汉，子对，少年天子，》。他们两个都很年轻啊，刚毕业，比哲还要小，但是其实演技都很好。就没那个有，时那候会儿的，都是科班的，后来就都变对。成这些个，这流量的，或者说这些个，叫什么？这些个资源咖就都不行了，这些个人。对，现在他在这样，只要真的在这样的环境里待，应该也会很难受。是的，他艺术需要自由，他在这边没有自由。对，这边没有人有自由，所以挺好的。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啊，就天天看，这哪有什么好剧出来？连剧本都好剧本都没有，然后天天是我的，看秀红，你谁又是谢什红么？旗。又参加爹的会，有什么那个什对，么？就是谄媚嘛，就是给爹对那呀，个，就很恶心的那种。然后粉丝又去控评，就好累呀，就一点都不就自在。像我们不是，不光是累，就是很那个，很唯傻，心，对，很傻。就是说，就是你那个，你看那个谁，就是以前那个郭沫若，天天的写那个送圣的那些文章嘛。他其实晚年看他那些个东西，他自己很痛苦的，你知道吧？你稍微有良知的人，你做这种事儿，你都是会很痛苦的。但是就是，我就觉得现在内娱这帮人就是已经废到他们没有良知，他们完全就没有那种艺术家的灵魂在，所以他们也不会觉得痛苦，你知道吧？是吧？所以就这些个人完全就不懂说你被束缚的那种艺术的表达有多痛苦，或者说你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它被这个阉割了以后有多痛苦，他们没有见过那些个自由生长的那些个艺术的形态，他们看到的就是这种不完整的马，就你一个木头，对吧？你能知道什么？没有那种性灵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唉，希望他能在国外接一些好剧本吧。之前，希望吧，希望是。最难，我想过他要就是8月份刚过嘛，就觉得他在这里面肯定是待不下去了。如果要移民的，希望他去一个也能拍戏的地方。但是想一想，好难呀，就是国对，外。是有各种各样层层的壁垒，也会有剧人本家的有痛苦资的。源，为什么会给你啊？你有什对，么，对吧？你有什么好特别的，人家为什么要把资源送给你？
但是就现在就是一点一点走到这里了，那就一跟点一他们点走走到这吧。里吧，就我就觉得没有，我就是觉得就是，他是一个，他的身上是有玄学在的，就是不死是为了要显示这个神灵的力量，所以他的路以后，我不是那会儿不跟你说，这不是还有10年鸿运吗？就等着他的10年鸿运了，我现在对，觉得他身上挺有传奇性的，是真吧？的可以。他们不就是说他想做一个一般人普通人是不可能的吗？只要出现就腥风血雨，爱就爱到极致，恨就恨到极致。确实，之前我就他还没出事之前，看网上的，就豆瓣上的帖子，就有这种感觉，爱他的人。恨他的人也发疯了，对呀、啊。但那个时候感觉会有一些被带节奏，因为很多公司下的脂粉都我暗那恋会儿自就己。觉得无所谓，因为你谁就是当顶流都是有这种，就是要活被那人弄得死活不成的那种人，不是说吗？在那个内娱，那个不红就是死，那个红了就是死都不如的那种，就是欲死不得的那种感觉。对，那个时候我也但是没有熬过想，去了就好了嘛，没想到他没熬过去，谁想到有人那么恶毒？这别的都打不死他呀，只有政治立场才能打死是他。啊，他妈的！哎，唉，就这一招，我没想到他们竟真没然想敢到，用，对，是成的。功。是的，没有就说这一招你用也就算了，你在文艺圈用真的是一个那个 open，就是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对呀、哼只有哼，我们在乎，只有我们在当乎，时，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家里人那样在乎的。别人。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啦。不管是怎么样，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对吧？有的时候会觉得遗憾，就是本来可以会有更多的关于他的，就是记录或者记忆在的，但是其实能看到简中网上已经把这些全部都删干净了。删不干净的这些东西，你会有人记住的，会有人都会有人记住的，所以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说，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人的嘴都堵上，所以我并不担心这件事，因为这种事儿要看很长远的，多少年以后的，事情，所以现在其实是无所谓的。现在代表不了什么，因为这都是暂时的，只要不死，就一切都有回转的余地，我觉得。对，之前就觉得这就是一句空话，现在是真实感受到，就活下来就不要时死间这的句力话。量，对，时间的力量，时间是有力量，我们就等着时间的力量就好了。对。我这两天真的啥都没怎么干，就一直都在，弄他的那个，我一直在给他的那个各种东西在配字幕，你知道吗？这两天不知道翻译了多少个那个新闻稿，还有现在可能还有好几十分钟的那个访谈没有加字幕，就觉得哇，辛苦你了。不那是辛苦，你就找是。再帮做一点，分担一下。哎，没事儿，慢慢做吧。就那个，哎呦，反正这些个，就是早晚都有人得弄完，要不然那个怎么这个面试呢？对不对？总是要有人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就那样吧。
还其实还也还挺好玩的，也还可以吧，就算。还就是之前在就是在粉他之前，没想到自己会啊变成了现在这做这么多的事情，对吧？对，嗯，因为他感觉好像改变了好多，是啊，不过也就是你那个我不是跟他说我那个。自打粉了他，点了好多技能树嘛，又就去那个剪视频。我以前就是写同人文的嘛，我以前就写写同人文，就比较喜欢就好了吧。然后现在就是那个同人文都没时间写了，就完全的他有点什么事儿，就马上就写帖子都翻译了，然后给这些个说英文的这帮人看。嗯，就是张三千刚开始出来写文的时候，能明显的感觉到他是在强装坚强，对，强装，是的，是的，那会儿能觉出来，那会儿现在真的是就是又皮回来了，我的天，嗯，皮回来好，真好，真的就是觉得，哎呀，真的就我们一点一点把这个人给养回来了，是吧？我就。蛮奇怪，对，虽然张哲瀚他自己不知道粉丝的这个动态，但粉丝其实清楚的，就大粉们应该不知道他的有多少人还没有走。我就跟你说，咱们家有什么事儿？咱们家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大粉没有负起大粉的责任来，就是他刚出事儿的时候，最需要大粉的时候，那几个人当时没有负起责任来。如果当时负起责任来，不会有那么多人去转了山鸡，因为那会儿就是山鸡把那些个一般的，就是其实那些全都是偏向他的，都捡到了群里，最后都洗脑成了山鸡，都洗成了那个偏向饺子那边的。那会儿其实海哲就应该大肆的，就是把人都弄进来，聚集在那儿等，然后海哲这边绝对是有。就是有卧底的人，当时就说啊，我们不能说话，不能建群，我们要探棺材底，然后什么话都不能说。这个绝对是有对家在里边，就是要把你这个圈子弄散了。你想，你这是拱手送出去多少人？因为那会儿去加群的其实全是偏心他的。如果那会儿就建群都建到海哲这边来，这些人都根本都不会变成 CP 粉。嗯，但那个时候确实就是山鸡还好，但海哲是就是严重被监控的对象嘛，就是他的各个大粉也都是在看他们的动态，所以他们那段时间所有就是那个后援会和那会儿不行，没有负起那个该负的责任来。其实这个应该是各个后援会都存在的问题，都存在问题。就这不是咱出事儿了吗？然后不出事儿的话，就没有这种问题。全部都是我们应得的。对，是因为张哲瀚。而且，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你看他状态保持的多好呀，他这个太难得了。对呀、啊，他万一那个一颓了，然后胖了或者难看了，我跟你说，这些个粉得散一半。我不是说我们那个浅薄啊，但是说你说王宝强还是好人呀，但是你会为王宝强这么冲锋陷阵吗？绝不会，我是绝不会。对，我就那会儿就脸在江山在，桃子在江山永固。我群里有一个姐姐，前两天去。那个是 VIP， 然后他去签售回来之后就疯了，就是说哎呀太好看了，他说他的脸就那么小，比我的手掌还要小，就是公主吧，说我要保护他，然后那个眼睛亮晶晶的，哇一看你，哎呦我的天，谁能顶得住、嗯、我们那儿有一个人去握手了，然后那个我们群里有个人去握手，还是那种特别励志特别那个
那个年纪也不小的姐姐，然后说说那个别的那个艺人都会 P 个图啊什么的，那个他说看他那个动态，就是像你那个照片照出来最好看的那个照片才像他，就说一般的你一般照出都照不出他那个美来，就是你看的那个动态的样子，说你看你哪张照片你觉得那个照的是特别特别美，那个才像他，说不是特别特别美的都不像他，就真的是特别好看。我说你们，我那会儿就跟我们群里的说，我说你看你只要去一次你就属于吸上了，知道吧，你吸上了你就戒不掉了，就这次去了下次还想去。对，嗯，我已经买了去泰国的票了，就是吧，你前面几次去了吗？我大马的时候去了。哦，大马的时候去了。嗯，大马就是感觉比泰国要，因为泰国还是短头发，第一次泰国的时候，对对对对，出来的那他扎丸子头，就像首唱会的时候那个样子，对，好惊艳。啊，旭旭嘛，不就一看就是旭旭嘛，嗯嗯，对，就很奇怪。前两天他发的就是一组在雨下雨的时候拍的照片嘛，嗯嗯嗯，感觉很像阿旭，就是感觉如果阿旭活到现在的话应该就是就这样是吧。对，就很奇怪，他已经过去三年了，但是他比拍阿旭的时候更像阿旭，甚至比2.5旭的时候还要像阿旭。哎，那会儿他胖了，那会儿从北海刚出来胖了啊，不就不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就是在刚拍完山河的那段时间，嗯嗯嗯，那什么就还没有，就相当于就是那个，就是心态好。我跟你说，他心态好，他心态不好的话，他的那个面容是能够反映出来。你如果你心里总是那种苦巴巴的，你是你就能反映出来，还是心态好。嗯，还是心态好。嗯，还好。是心态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就是车轱辘话来回说，是吧？你想，你要是想不开的话，你的心态能好吗？他身边应该也有一群帮助他、爱他的人。是啊，哎，嗯，就看着他，就感觉是一个被爱滋养的人。是，对。哎，其实要说单亲家庭，这样挺难的。他应该也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单亲家庭吧，就是他不是后来是重组家庭嘛，是他的后爸应该也是给了他不少的就是支持和爱，也是这个孩子自己就是那种有一点语录他自己就灿烂的那么种人，你知道吧，就是有一点点的好意，有一点点爱，他就一下就他就吸收过来了。嗯，你要是那种只记住那些个坏的，那个老都很那个，一直总负面信息的那种人，你给他也没有用，他也会 focus 那个在不好的那些东西上面。感觉张妈就是这样的人，总是把他想得开，傻白甜啊。哎，就他妈妈之前也是在。就是体制内做到了挺高的级别嘛，还能挣白钱，这也是挺让我挺舒服一点的。嗯，也是没有受过生活的毒打。我终于在60多岁的时候受到了。哎呀，这真的这打击太大，哎呦，实在是太大，太难承受了。但我没有想到他一直没有去看心理医生，就是。应该能感受到是有问题的吧，这样自己怎么熬得下去呀、啊、是，嗯，哎，嗯，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就是之前就想象不到会有这样的日子，我之前都做好了，就第一个就不知道他能不能活下来，嗯嗯嗯，然后活下来，我就是想那可能就是成为一个破罐破摔的素人吧，就是打击太大了，谁就是自暴自弃，他可能变得又丑又土又胖，这些都没有关系啊，就是嗯，因
任何人经历的这些变成这个样子都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嗯，但是他没有变成那样，反而还是活成了一个励志剧的男主。曼斯南是吧？对呀、啊，也找不出第二个人能是有他这样的经历。就之前他不是还读了，在他的那个是哪一个 FM 上，然后马上就被下架的，读了定波嘛，苏轼的。我就觉得他和苏轼还是有一点，还挺像的，是，对，都是经历了非常多的磨难，但是一直在磨难中汲取正向的东西，然后把它化为自己的力量。是，真是挺难得的。嗯，没想到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人。对，就有一点，就是他有点古代的那种雅在身上，是，但是又有现代，能在现代生存的智慧。那我再问一下，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应该没有了。今天聊得很开心哈、啊。但我觉得应该我们聊很多东西都是不能播的。没事，尽量剪吧，没关系。其实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就是以前还有很多禁忌，现在 who 他妈 cares？我当时就是那几个那个回踩的正义司，我就是这么说的呀。我说你们不要把你对你那个国家法治的失望发泄在受害人身上。我说有这么大的气氛，有这么大的胆量，请去操爹。不过那些结果他们把我拉黑了嘛，就他们把我拉黑了。然后那个谁花落花开，我说我是最早跟你联系的那些个人，因为我当时给他寄过那些个各种证据嘛。我说我最早跟你联系的那些个人，我说我有一句影视剧的一句台词想跟你分享，说那个就是那个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面于孝清以前说过一句话，就说仗打成这样，中国的军人都该死。我说这案子弄成这样，中国学法律的人都该死。他又把我给拉黑了，因为他以前是个检察官，你知道吗？我说中，对，他以前据说是个检察官。我说中国做法律的人都该死。我说你们最感到没脸见人的应该是你们这些法律人。没错，对吧？现在挺好，司团现在发展的挺好的，慢慢来，慢慢来。就是你这个人啊，这么能干，他就是一个被压不住的人。你就看吧，就那种死路他都走回来了，现在已经都好成这样了，慢慢再看呗。确实感觉不会再有过去的那种情况，那个时候真的是在锅底，就是现在他已经来了，就是慢慢来嘛。现在他不但到了平地，还要再往高山上去走。对呀、啊，哎呀，等着他的十年红运。那个时候就是说一干净好运三年嘛，就是这怎么是这样子，就很不是最后一天嘛，不是一干净弄最后一天发的专辑吗？三年的最后一天、啊、对吧？所以你说他身上没有玄学，他身上全都是玄学。这么想想都三年了，所以没想过这么痴迷一个人这么久嗯，那是挺不正常的，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是挺不正常的。嗯，不过我觉得还挺值得的，我觉得他还挺值得的。嗯，我还就还觉得挺值得的。嗯，就是为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好像也不全是为他做，而也是为我们自己做。对，是的。在这我就是觉得就是因为你的信仰破碎了，所以你要把它补起来。那会儿他不是唱那个悠长情郎，他说他在合掌拯救信仰嘛，我就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奇对无比，就是他在拯救我的这个信仰。对对，是吧？他如果是遭了恶的报应的话，那我的信仰就被迫的就收拾不起来了，只有他好起来
它重新站到它应有的位置上，我的信仰才能被补好。对，还挺玄学的，因为这个忧伤的晴朗应该是在他出事之前录的，对，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我打算走经验会这么大。他好像那个词儿改了一点儿，好像是改过很小的一点，嗯，哦，我好像看过以前那个的词，还有别人唱的那个歌，不是他唱的。他当时不是流出来三首歌吗？其中一首就是这个，就是忧伤的晴朗、冰川和洪荒剧场。哦，我好像原来都有录音的，就只有冰川是他唱的，那两个都不是他唱的。哇！但是冰川的词不是洪荒剧场的词，他是改过。嗯，原来的词不是这样的。那就那个，好像就是那个小鹿和那个是新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不过之前他，冰川不是在五月份的时候被谁在群里传过了，对不对？对，就大家都以为这是不会再就是再上架了。嗯。哎，好在后来他又发出来了，好在后来发出来了，嗯，还是挺好。对，哎，真好，真好，现在真好，现在是那个大家都缓过来，虽然有时候想想还是意难平吧，但是已经很好，很好了，非常非常好了。就感觉就是经历过那些，就再也回不去了，但是。回不去没有什么，我们现在有更值得向前看的东西。是啊，多好。嗯，他每次出来状态都特别好，我就觉得你看他照照片啊，拍小视频啊，然后甚至出来那个直播什么的状态都特别好，就特别皮。你看想着下次什么时候，下次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嗯，对，就是下次。他像在大马的访谈采访的时候，感觉还是有一些拘谨，也可能是有点放不开。嗯，对对，就是感觉笑的带着防备，但是现在就是这一次小跟班采访他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快乐。可能是跟他们熟了，我觉得跟这边也有。对，我觉得跟这边熟了。然后就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时候，就看他采访皮了吧唧的那种，是吧？嗯，真好，真好。哎呀，把他给养回来了，把孩子给养回来了。你说我们这些个妈和姐姐妹妹多不容易。对呀、啊，大家，我去这在现场的时候也感觉很奇妙，就是我们就大家其实八月份的经历都是差不多的，都是整夜整夜，然后都会瘦很多斤，就是差不多一年吧，一两年都走不出来这个情绪。嗯 嗯，大家都带着这些过往这些伤，但是也都站在这里，为了同一个人，为了同一个目标，而且我们能看到我们。所爱的人在慢慢变好，这个奇妙感觉好奇特，似乎没有办法在任何一个其他的人或者群体上感受到。是你没办法在别人身上复刻的，就是，或者说对于那么全世界来说，那么多追星的群体，也好像也很难有一个群体像我们这样有这样共同的。经历，嗯，太惨烈了，谁要这样的经历？嗯，对，嗯，但是过来谁肯要这样的经历？我的天，就是因为过经过了这些，所以才会期望值变得很低呀、啊。就是现在，我觉得他有剧播，然后他开开心心的，就特别高兴，就是特别高兴，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进步，我们就已经很满足了，是吧？就是那种感觉。对，没有的期望，就是他好就什么都好。是的，所以他其实自己特别知道，他也要自己特别好，
才能够我们才能够那个定下来，你知道吧？嗯，对他，嗯，还是希望他能多拍一些剧吧，因为歌、嗯、感觉歌啊曝光度还是有限的，虽然他也每次出吸粉，但吸的粉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少，就是一个成功的影视作品才是做一个演员。嗯，我之前虽然我不看内娱，但是我之前也是挺关注一个相当于算是40多岁的一个中生吧，就是他的剧我都会去看，实力派演员，就是在8月份之后我也再也没有看过他的任何的东西，是觉得你们这些内娱的人对都知道事儿，你们却没有出来做过任何表示，你们看到你们的同行被这样的迫害，你们甚至在有机会为他发声的时候也没有人去做，就是全部都全然，对，就是全部都是、嗯、都是一些极其自私的利己主义者，垃圾，从来的垃圾内娱和垃圾观众双向奔赴。哎呦笑死，嗯，他们值得，他们就是值得这些福报，嗯，配享福报。哎呀，我就觉得嘛，好像每个海哲心里都有一大堆的那个，就是脏话，你知道吧？随时一引就可以滔滔不绝说半天，嗯、就谁都可以骂，就值得骂的人太多了，你知道吗？我感觉。这么多年每个人都有非常多的恨和不甘，但就是因为张哲瀚才没有变成一个特别，才没有变成一个，对，才没有变成一个特别那个恨天恨地的人，对，就感觉他真的是小天使一样，就是所以说他何然拯救信仰吗？嗯，对，然后哎呀，行了行了，我得呵呵准备明天上班去了，不跟你聊，今天聊飞了。嗯，我今天聊得好开心啊，我的天，我们不行就下次有机会再聊吧。好的好的，好吗？那个，那先这样啊，欢迎你来海哲访谈，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啊。好的好的，谢谢，那就这样，嗯，拜拜。好，拜拜。